要將分別指出提名委員會必須要以有要以現有嘅選舉委員會作為發展圖咧。今日嘅辯題一，跟住香港教育局，政府對於香港教育發展嘅時候，現勢又係咪咁咧？我聽到咧就係反方其實就好似一隻井底之蛙咁樣。但我想問在座各位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乜嘢叫做垃圾呢？請大家聽日多啲嚟支持 DBT 啦，拜拜。